初月，让开！初月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都要成亲了，就算是成亲，新娘也只能是你。我会去求皇上，让皇上收回成命的。黄姐，如果最后…… 需要跟纳西真的大婚了，你是不是就彻底死心了？需要他答应过我，他不会大婚的。我相信他。你能不能把你脚上的铃铛还我？是脚上的铃铛，是你的。